主席、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简东明、孔文吉等19人，鉴于教育部自96年学年度推动繁星计划，提供原乡或资源较少之学子更多元之入学方案，实践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正义。然而，相较于一般入学之学生，繁星计划入学学子需投注较多精力调整身心，适应环境，以致此类学生面临生活及课业等诸多问题，进而影响学生之发展。为落实繁星计划之精要，建请教育部深入调查繁星计划入学学子学习及发展情况，并依据调查结果完善繁星计划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